不能打他，没办法，我们只好乖乖的破任务。好啦，我们来破任务吧。哎，开你的车啊！我的车啊，对吼。按你的车嘞？我车刚忘记开出来。哎，为什么？我开啦，我开车技术超好。真是，你都已经半血了，为什么你会是半血啊？半血。对啊。半血。对啊。什么半血？血量是一半啊。我没有啊。我的护甲还是满的啊，不对啊，不要开你的车，来过来，双踢，哦二八，帮我定位一下啊、哦，上车之后，他不是有自己定位吗？没有啊，帮我定位，白色安全帽，帮我定位啦，好，好，好，真是的，OK， 谢谢。冲啊！右转，右转，右转。Man， just go straight， OK？ Go straight to the end。你要走了没啊？啊？欸，哦，我刚才网路累格了一下。然后我刚还蹲在那边，是不是？对。然后一瞬间就瞬移超多，是不是？对，快点！哦、我刚又累格了、欸。哦，好累。这台不错哎、欸。哦天啊！哦。佩加西的不错，佩加西。哦、我现在在抠你头啊！不要拿你那个象征污秽的手指抠我头。我在抠你的头啊！大科博恩，我要把你挖耳屎。等一下，你不要乱动啊！我帮你挖耳屎。啊，好舒服，好舒服，好舒服啊！看这样还能不能挖？对、okay, ，要到了。这也超难的，要杀人吗？对啊，要杀人。这样你确定吗？哦，不是那里的、啊，白痴，不是那里啊，左边啦、啊。我们要杀他们，然后抢走一台橘色的车。我们来体验突击步枪的威猛。操！谁打我 ？Son of a bitch！ 有种出来面对，不要躲，不要躲躲藏藏的。哇 ！I cover you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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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Cover me！ Cover me！ I got to die！ Cover me！ Son of a bitch！ Motherfucker！ Cover me！ 哦，这样技巧超烂。好啦，我先冲啊！哎、欸，你就留我在这，我要挂了。没有，你骑摩托车，你骑摩托车。我要挂了，我只剩一滴滴滴滴滴滴的血啊！躲起来，等他回到一半，然后再骑摩托车。我死了，你就这样打、哦？没关系，你赶快骑摩托车。摩托车在哪里？啊，婊子！你又不是敌人，为什么要莫名其妙过来挡我的路？哎、欸，那个，我好像。你能复活啦、欸！我复活啦，只是我现在复活在很远的地方。奈奇刚刚那一台摩托车过来保护我，我就是复活在很远的地方啊！我就跟你讲，我复活在很远的地方。哦，我被洗。这个任务明明很简单的说，我们太烂了。不是这个问题啊，是因为刚刚我有时候我失误了一下，不小心直接跟别人对撞。哎、欸，我可以用小型冲锋枪了。为什么刚才在我的车上不能用小型冲锋枪？那个吧，不可能、啊哦！你们懂不懂？这里是红灯，红灯是不能走的。为什么你们可以走呢？哎、欸，不对，我讲反。你们懂不懂？这里是绿灯，绿灯不可以走，懂不懂？哦，我现在赶过去了，等我一下。你不用赶。啊！你真是，你太过分了。他加多少经验？完美就像残酷的情妇。哦，这样这句话可以对老师说。老师说：“陈亮，你怎么打扫打扫这样子？”然后你就跟他说：“完美是残酷的情妇。”升级了耶！我们再一次、哦。不走，我们再一次。九等还是十等？十等，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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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。
9等啊，不错啊，还蛮快的，12等就可以完成解任务了。等一下你，哎，赶按洗花啊，按继续啊，继续，他不能重玩了。我们玩别的，我们玩这个。那是什么？这个就是把路上把守着那一辆车的几个人杀死，抢那一辆车，然后再把跟着你的人打死，然后赶快开到车店就好了。 好吧，应该是。话说自己的载具在任务赛事里面毁损了，会怎样吗？不会啊，他会自己修好。哦，不错嘛。绞痛。进来哦，你真的哦，烂电脑。等一下，我先买好跟我下广讲。播。我打的广播关掉。关。OK， 来吧。 我们帮会徽章，我刚刚试过去改了，然后就 Rasta 他那个 lag， 所以那个帮会徽章不能调，他自己调不掉，很讨厌。他说要等半个小时，好，走走走走，这台也是你的车哦，好吧。来，给你看一下我的开车技术。怎么又是你开车？好近哦，那根本不用开。他在哪里啊？哦，好近哦。快上车啦！ 这根本不用开啊！开一下示意一下。五，你走错路了。刚到底是要从哪里进去啊？我根本就没有看到是要从哪里。连这种东西都可以走错路，唉。你为什么觉得这一辆车像三菱？我个人完全不觉得。我觉得这辆车就是三菱的轿车的型啊。 杀了他！好了，下车。啊，干，我应该下车了。小心，按住 X， 按住 X 头可以停按住 下来。X 五 ，X， 按住 X 五 ，X。 按住 X 五，按住 X。 我要丢年弹了，小心！不要丢我。 啊 ！I gonna die, son of a bitch! Don't hit me! I gonna die! Don't hit me! 啊！你怎么了？我死啊！真是的！我应该要闪。完好无伤的解决一大堆人。废话，你在车子里。哇！捡到零食，不错不错。啊啊啊！ 啊！好走走走，后座后座，啊，没有，这里是副驾驶。哎，等一下，有钱可以捡，我要去捡钱。神经病，我的，走吧。他为什么又慢慢走？哎呦，我刚还以为我们要重叠在一起的，好恐怖，太邪恶了。救护车、欸。 救护车，哎<笑>、欸，好少见哦！从 GTA SS 之后就很少见到救护车了，欸、又有人了。好，我杀。哦，好多人哦！天啊，随便打一下打到了。我、哦、天啊，我快挂了。哎呦，不要担心啦，有我在啊。你不要说，就是因为有你在才要担心啊。那句台词我听腻了。好吧，就是有你在我才会担心。哦，真的讨厌，中人。先团长。 哎呀呀，这样出社会怎么办啊？现在先团长，出社会先老板，将会没有工作，而且还会交不到朋友。现在先团员，出社会先员工，将会没有。没有，现在给员工正确的意见，将来会指引员工正确的道路。Welcome. Oh, really? 真的吗？这个是秃头哎。 我们要当他儿子吗？Fuck you, you are ugly. My mother doesn't like you. Get up. 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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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这个家比较熟。你先吧。玩。OK， 我二七等啊，你几等？九等。好吧，你还要几场？你快升等吗？我差大概2000经验。好，那很快啊，我们再一下就好啊。嗯，要玩什么呢？来看看炸毁汽车。好，炸毁汽车。这个听我指示哦。这样。就是等一下。哎，鸡蛋可以卖年蛋啊。鸡蛋15还20的样子。好吧。你说什么？等一下听我指示哦，我跟你讲，这一关讨厌的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这样。就是这一关呢，是要把一些汽车炸掉，但是不要炸到黄色的车，所以要先把黄色的车开出来，哦，然后把其他车炸掉之后，再把黄色的车开到车店，但中间要甩警察，而且你刚炸完就三颗警星，所以你知道这一关最赞的方法是什么吗？嗯，你先把车子开去车店停好，那我就马上先炸，然后炸完之后就直接过了，你懂吗？干嘛不开车？我开。你不要开，不让我开车啦！我还帮你开门呢，真是的，对你多好啊！啊，你人真好吧？啊，可恶，打你窗户！不需要你帮忙。好近，啊，下车吧。哎，下车啦！在这哦。对啦，谢。走！你不用特地开过去。你把黄色那一台车，我告诉你，地图上面看一下，你先看地图。我看到黄色女妖了。没有，你先看地图。怎样？快点，先看地图。地图。然后，武装国度下面有一个有靶场的武装国度，有没有看到？你说，我看到了，有靶场武装国度。然后锁定它，开去那边。OK。开去那边，不要直接停在那边。它旁边就是那个车店了，它旁边就是车店了。所以你先停在那个，你还记得刚刚上一个任务黄色的停车点吗？我试着看看。你就直接冲进去那个点就是了。你不用等它出来，你直接冲进去的那个地方就已经是那个点，所以你就停在那边。那我就引爆车子，你停好跟我讲，你停好我就直接引爆车子。但这个任务如果要钱多的话，就要拖到6-7分钟钱才会多，所以我们要拖。要不要拖？那就拖啊！我顺便开车绕一绕。啊，那我就花时间把这些车子挤得一副就一颗年弹就可以炸的样子。有靶场的武装国度的旁边的车店。哦，你说那个？那个改车王那边哦，不是改车王，就是那个上一个任务的车店。你就看到有一个黄色的东西在那边晃，那个有一个黄色的东西在那边晃。哦，那是那个不是那个 Franklin 的朋友的，就是那个车店呐，就我们上一个任务的车店呐，然后把车开到跟上一个任务同一个地方就是了。是在哪里？那个人的哪边？旁边进去，旁边小巷子进去。嗯哼，你看一下地图，你看一下我在哪里。嗯，我不确定，我记得好像是旁边这边之类的。不对，我这边用你根本看不见啊。好，反正你还记得上一次停车的地方吗？不记得。好吧，我们已经耗几分钟了。欸，不知道欸。那我再开车过去找你好啊，然后我就刚刚好啊。哦，晚上好暗啊。欸，这个玻璃是不是可以撞破？好吧，撞不破。哦，这个人好啊，好可，长得好可恶啊。这个人啊，而且还射不到他，这个人啊，
什么小绿人？我说那个黄色的人。嗯，在那边飘的。你知道有一台跑车叫奥北九 F， 对不对？我知道啊。我觉得那辆车长超帅，而且我本身很喜欢奥迪，所以我很想要买。那个不用买了，路上随便就偷得到。不是啊，偷了之后他还跟你说有这辆车不能停车库什么的、啊，有追踪器。也是啊。所以我想要买，而且他很帅，非凡风情也是一样啊，很帅，我会见到，但是你还是会买。很多高等的都买非凡风情。我觉得没必要撒钱、欸、啊。武装国度舰。我看到你了，我看到一个我的车的图案跑过来。哦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那感觉超有喜感的。啊、哦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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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在哪边？过来，你下车，然后我 开，我上我的车，然后你当副驾驶，你当副驾驶，你当副驾驶才有临场感。给我过来，要怎样当副驾驶啊？就走过来按 F 啊。可是我会直接进到驾驶座啊，不会啊。你看，嘿、hey ，我说你来我这一辆车啦。哦，嘿，哎，老姜上线了、欸，不错。嘿、hey ，老姜，等一下，老姜，我们现在正在玩一个任务，我们这个任务快要结束了。啊，等我，等我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你在任务中来也没有用，你先开好 online 这边等、啊。你直接进那个帮会、啊，就是这边，有没有看到这边？帮会，看到。哎、欸，老姜，你那个朋友刚离线的，是啊，对，马克杯，专心在你的驾训课上面。好了好了，怎样？你看，就这边，你有没有看到？直直走进去这边，嗯哼，然后这边这个喷漆前面直接放着，好，然后这时候我会引爆年弹哦。我们要过去看爆炸才对啊。赢了，不，大咖从来就不看爆炸的。你有没有看过一部片子叫《迈阿密》？那是。Cool guys don't look at explore， 但是你要背对它，不然你根本不知道有爆炸。有啊，我背对啊，那个刚好在地图的正后方。小屁哦。好、啊，老姜，我们这个任务结束了，你可以进来了。哦，好多啊，我升等了。跟你说要拖到六分钟啊。哦，十等啊。对。我们要不要刷到十二等，然后陪你完成这个任务？好啊。所以继续玩这个任务哦。老我们先等老姜进来啊。我们先选要用哪一个吧。这个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追两台车的。你们开四人战局吗？对。我们在猜试，我们在猜试。帮会战局，帮会战局。好的。其实你可以不用进来，我们等一下会邀你玩这个帮玩这个。